好，新闻一开始最新的连线焦点先带您来聚焦洪仲秋案呢，持续的发烧，而目前最新法医鉴定报告也出炉，死因是他为，有可能就是他杀，也可能是意外。而洪家今天表示说，军方疑似早就灭证，桃姐呢就算介入也难以侦破。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林介问告诉大家，介问请说。是指纹证，洪仲秋的冤死案今天是来到了第24天。那么就在稍早，前副总统吕秀莲已经来到了洪家，除了上香致意之外，也要慰问这个家属。那么洪大姐也向吕副总统来说明他对军方的不信任。那么前副总统吕秀莲更痛批马英九应该要下诏追缉。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就是其实我们家属也是都比较针对证据这一块的一个保留比较疑虑啦，对啊，因为毕竟他过了2个多礼拜才开始收证，然后才开始做声押这些动作，对啊，那该串供该灭证的也都做得差不多了，那现在就算有桃检介入，那这些证据如果已经在第一时间就被篡改掉的话，其实桃检介入要侦破可能性也更难了啦，对啊。所以你们还是很不乐观，对不对？嗯，我相信军方会给我们一个交代，可是这个交代可能不是完全真的一个交代，这样子。国防部长严重失职，一定要辞职。那我甚至要讲，马英九总统作为三军统帅，你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忙于竞选你的国民党主席，你完全荒废国政，罔顾人权。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讲的是什么？不当管教，是你这一句话是鼓励了军中呢，更加的敷衍，更加的隐瞒真相。所以我今天要严重提出，纵使不罢免马英九。马英九总统，你一定要下诏追缉，你还没有真正严正的。那么可以听到吕副总统是说了3次的下诏追缉，他批评总统马英九只忙于选举，根本是荒废国政，而且让军纪荡然无存。他要求马总统应该再度的出面道歉，而且也说国防部长高华柱应该要请辞来负责，而且他也痛批军方根本是罔顾人命，而且他说马总统一句管教不当，根本是让军方更加的掩盖事实。那么今天也可以听到这个洪妈妈说，虽然昨天法医鉴定报告已经写了他为，但是他认为已经过了24天了，到现在真相还是相当的渺茫。那么洪大姐也说，或许军方会给他们一个真相，但是这个真相可能已经被串供灭证。我们现场为你掌握最新情形，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